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和 Rosé 近日为了准备新作品而前往美国，除了工作以外，两人一道拜访好友们，直接先前合作过的知名歌手杜瓦黎波在 IG 上曝光了与 Jennie 的合照，两人同样戴着太阳眼镜站在镜子前自拍，而 Jennie 也身穿超短版的 crop top， 搭配针织外套以及裤头绑带设计的黑色长裤，一圈圈缠绕的绑带丝毫赘肉都没有被挤出，大晒惊人妈一样，粉丝看到后纷纷看傻直呼，腰细的一掐就没了，这裤子竟然可以绕这么多圈。而由于杜瓦黎波与 BLACKPINK 过去曾在2018年合作过单曲，因此有不少粉丝猜想是不是双方有意再度合作，让人相当期待啊。